首先先把绣布绷上，把绣绷打开。先稍微拧紧，把绣布给拉紧，然后再拧紧。先来绣这些小的图案。这些小圆圈用小针来绣，这样。这样，把线拉到一边长一边短，线尾不用打结。先把红色的部分绣上，尾部大概留出五厘米的线头，从中间这里向两边开始绣。然后绣完一层以后再来绣第二层，这样横着来会把这个小圆绣的比较突出。OK， 好了以后直接这样剪开，这样尾部也是留出一截线。这样可以再来走一遍。这样横着再绣两针，
然后接下来黄色。然后这边蓝色也是同这里一样，给绣出来。然后接下来拿出戳针，还有引线器。把引线器从戳针背面，小孔里面，这样穿上去。然后把线拉下来。穿线的时候一定要从小孔里面过一下，不要直接穿出来，直接穿出来的话，等一下戳的时候会跑线。然后把黄色的路戳一下，戳的时候每针都戳到底，然后针尖是保持着前进的方向，针尖一直朝着前进的方向。每次走大概3到4个步孔，然后向前走的时候，针尖要贴着布面。戳的时候要保持尾部的线是松动的。戳到这边没有路再拐回来的时候，就这样把线剪开，
这边尾部的线还是留出5厘米左右。然后接下来换上背景颜色的线。袖部松动的话，可以把袖光松一点，然后把袖部再拉紧一下。然后再拧紧，一圈戳完以后，接下来再戳第二圈，一直这样转着圈，把整个图案都，把整个背景都给戳出来。
没有路再拐回来的时候就把它给剪开。Thank you.
然后我接下来把黑色线拿出来，这样单独的抽出来一小股，穿到针上。后面留出来一节线尾，这样按照图纸上面的线条的位置，这样缝一下就行。然后把后面的线头剪一下，剪的时候不要使劲拉拽，只是这样扶起来，剪到和这边线团齐平就行。然后接下来看下一个视频，这边多余的布料的处理方法。